先王谢家请罪。宣前王殿下觐见。一颗朱熹换我度凭栏，今生还有多少话没说。有朝一日一定会明白，我今天所做的一切明明天都是为了你好。却空满了淡，你的爱一片冰释人间飞欢，如清欢天命却放不开，遗憾长遗憾。因为求助的人正是韩家，他那是否开的正寒气如火箭。这些儿女情长对我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，我要去完成我的宏图大业。我现在就问你，你给我在这待着吧。翱翔九天之志不该折在我的手里。何事？